小姑娘，知道的不少嘛。看来今天得给你点教训了。你来，我台球不会打。 伤筋动骨嘛，怎么着也要一百天，一定要好好休养。谢医生，你为什么要出现在那儿？你走得匆忙，我不放心，所以就……你怎么管的那么多？今天是没出事儿，那要是出事儿了呢？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老是想着保护别人，不去想着保护自己呢？ 刚刚那群人，我的事不用你管。